韩某卖放，海关派船，今日捉到，原物送还。邝东山，这邝东山是谁啊？是个打鱼的，在珠江一带很有点名气。我想找到他，他们常常出海，不好找啊。来人呐！在，传我的话去，吩咐所有的司道、州府官员都来兴元议事。是。回来，把御剑队请来。是。禁烟是大清国亿万百姓生死存亡的大事情，几十年来鸦片之所以流毒内地屡禁不绝，究竟为了什么？你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位，吃的是皇上的俸禄，受的是朝廷的恩惠，可是有人居然胆敢暗地里维护鸦片，卖放洋人，这还能算个人吗？为什么你不敢？开下去！在，洋人爹爹是怎么逃跑的？是标下，标下一时疏忽。哼，你知罪了。这是爹爹的口供，自前吴少荣卑职在，御监督今天为何不来？卑职不知道啊。退堂哦！钦差大人传话，把总兵韩少卿、总监察衙门仔细勘问。到。慢着，钦差大人请武官看留步，请吧。武官察在外面等候大人问话，给大哥请安。外面伺候。是是。海关派船，请你来议事，你不来。来人啊！在。拿我的片子。去请御剑队。是。这是个绊脚石，我非把他们搬了不可。谢谢吧，让我来。建东，啊，是你，是我，一线楼道。哎呀，木工啊！哦，适应适应。这两天呢，一直忙着为皇上选办贡品呢，我都没钱来议事，这真是多请包涵，多请包涵。事情要是不紧急，也绝不敢惊动大驾。请看，请坐。请。木工啊，我听说洋人天地逃走了啊，又带回来了啊。哦，红了。
提起洋人来，我倒有件事情要请您大力的帮忙。哦，好说好说，请请请。事情是这么的，近来洋人气焰嚣张，还不是仗他的船坚炮猛，武力雄厚。说到咱们的海防，您是知道的喽。哎，官军们不是满嘴的有办法吗？来，他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没有钱使不出劲儿来。因此我就考虑再三，打算跟贵海关商借30万两银子来重修炮台。您看怎么样？啊？哎呀，这个广州的关税啊都要按期的借送北京啊，兄弟这边是分文不剩啊。我看也未必尽然吧。不，这是朝廷的体制，兄弟可不能擅自更改啊。好吧，咱不提这个。